南斯拉夫广播电台及萨尔维亚国际广播电台是萨尔维亚唯一的用12个语言向世界各地广播的广播电台。This is International Radio Serbia. Это Сербия Немзетközi Радио. Говори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радио Сербии. Ici Radio Serbia Internationale. Bon giorno, Radio Ndërkombëtare të Serbisë. Questa è la Radio Internazionale di Serbia. Ακούτε το Διεθνές Ραδιόφωνο Σερβίας. Están escuchando Radio Serbia Internazionale. Una idea Serbia ad oggi. Chi è questa Internazionale Radio Serbia? Mintin Sarajevo Guambo Dientai, Zhongguo de Jian. Ovde Međunarodni Radio Serbia.除了用短波以外，萨尔维亚国际广播电台还通过网络转播节目，就是说用塞文每天三次转播信息政治的节目，注意到最重要政治题目、经济趋势、旅行业、生态、文化运动的节目，包括音乐的节目，用11个语言的混合节目每天半个小时广播。萨尔维亚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在世界很多的地方能听到。我电台表示向世界舆论和侨民传达消息强大的支柱。按时介绍关于萨尔维亚所重要的消息，以及推进质量和已达到的标准。我电台基本星期的路线是国家政策、议会、政府和国家机关在入门之路上采取的行动。我国为巴克所保留在萨尔维亚主权与完整性内而进行外交的斗争，为阻碍行贿与罪行而进行的活动。萨尔维亚国家广播电台台长米勒拉德·维尔维奇说，萨尔维亚国际广播电台用塞语和11个语言转播的节目在网站上也能看到，用所有语言广播的最重要信息评价，用视频格式也能看到。视频节目包括萨尔维亚的美丽与名胜古迹和音乐遗产节目，在万声音更进一步节目中能得到为什么要投入萨尔维亚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在聚光灯下节目注意到最设计的外交题目。萨尔维亚国际广播电台重要部分的行动注意到我国自然美丽和名胜古迹的推广。网络节目特别的部分是美丽的萨尔维亚，听众用互动地图能了解旅游的目的地、文化历史文物、萨尔维亚的自然美丽。这许多年来制造的丰富文章集，用照片和萨尔维亚旅游地图上最重要地方的视频介绍再丰富。我电台编辑部日常收到来自侨民和整个世界的数百封信，写信的听众说，就通过萨尔维亚国际广播电台的短播节目，用母语得到关于该部地区事件最可靠的消息。编辑部同听众保留良好的关系，因为得到关于节目多少听见的反馈，接受关于内容再丰富的建议。这同时是向世界传播来自萨尔维亚内容丰富的新消息的推动。萨尔维亚国际广播电台是世界上最老的广播电台之一。1936年3月8日在南斯拉夫王国开始了广播，日常向外国听众和萨尔维亚侨民传达消息，以及尽努力把我国的生活和发展接近给他们，而帮助侨民保留本身就属于萨尔维亚的回忆。我们的节目在世界各地都能听到，你们听我们吧。